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四：黑旗》。上一集因为吃不到碎片大暴走的我，做了两个暗杀契约，还杀了一大堆士兵。因为另外一个地区没有办法过去，所以这一集我们就继续完成接下来的暗杀契约。丧心病狂的奴隶贩子正在市中心做他的肮脏生意，去杀了他。啊，不是我刚刚来的地方，应该是吧？我跳。这里好像常常会有那种突然出现的守卫，枪射不到。啊，不对，我不能用枪。上次才吃过这种亏。这样应该炸死吧？什么？没有炸死？哦，哎，被发现了！想说用炸的，被炸死。他怎么死了？被其他队友射死了，好蠢啊！哎，不是哦，他们在打架。好好玩啊！他们居然在互打！啊哈哈，糟糕！我要跑了。有一只敏捷的兵在追我。我现在设个目标，快被追上了！我躲，躲掉了耶！居然躲得掉！啊，这样应该就安全了。
住在皇家港的腐败法官已经将许多无辜的人民送上绞刑台。应该在海边吧？在哪里啊？啊，那是对面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所以是要解暗杀任务才能去对面。那好奇怪，暗杀任务又不是主线，应该跟开放地图无关才对啊。Stop there.哦，我不想跟你们打。还有啊。啊，糟糕。没完没了哎，这个一直来。看起来要有蛮长一段距离的，到对面。东西还差好多哦。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一集把所有的东西解决掉。那除了那些还没有开放的区域之外，是那个红点吗？哎，怎么开始跑了？我被发现了吗？啊，反正这个任务也没有被发现，不被发现，我就追吧。说他跑好快哦，还追不上哎。我怕用枪会射到无辜的人，失去同步。既然都来到这里了，就把这里的塔都爬一爬，东西都拿一拿，再回去吧。
东西居然不多。这就奇怪了。难道剩下的都在那个庄园里面吗？好大块的红色区域哦，接下来去那里看看。还有六个宝箱哎，四个秘密。刺杀啊，没刺到，哎，还顺利砍死一个。那他把自己的队友砍死了吗？啊，没死，我补刀。我觉得英军好像比较容易杀到自己人。查尔斯要塞。1692年大地震中唯一幸存的皇家港口要塞，这要塞于1660年建成，以砖墙建成且有炮门可使用大炮。有鉴于查尔斯城的守城人力不足以抵挡西班牙的侵略，因此皇家港的军官欢迎海盗进驻查尔斯城要塞中，海盗能够把这里当作避风港，而皇家港也获得更多守城人力。这没有问题吗？他们应该找不到我，我就是那门。进去看看，地牢哎。这好像也不在地下，所以应该算是一般的监狱吧。这个是匿藏的柜子，都没有守卫。哦，有了，看来那个手稿不在这里面，我得先穿过这个进到城里面才行。慢了一步，没成功刺杀。一般的士兵有枪哦，原来现在他们都有枪，难怪现在我如果爬到墙壁上都没有人丢尸体。噗，你炸自己炸一次就好，还炸两次。这些士兵都比较蠢。换了这把剑，我真的觉得连击速度有比较快，还蛮明显的。这里应该出口了吧？哎，不是，
Stop there, you are so scally.地球的神性论。一本由神学家汤马斯·伯尼特所撰写的关于变化目测了地球的综合分析，曾经是彼得·佩克福的收藏。再来，我先去俯瞰，看这个这么大范围的警戒区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似乎不用从我刚刚那个地牢也可以进到城堡里面。跳不过去只好刺杀。先破坏警钟。上不去了，这样手应该被烧焦了吧？奇怪，这个要……上不去啊！啊！我只是想要俯瞰而已，我们要做坏事。那些士兵好烦哦。忘记换回手枪了，原本想用枪的就变成吹剑。Alarm! Rouse yourselves, you dullards!爬上来了，居然要旋转着爬。金士顿这里真的是不玩什么都比其他地方难，连爬个俯瞰点都比较复杂。啊，那看起来要出去再进来。哦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那个视野没有说很好啊。我去把警钟拆一拆，要是之后还要再来的话，就不用再对付那些警钟。手稿哎，
此时书中有我们现今称为永动机的原型设计。这幅图是从彼得·贝克福德的传奇收藏中取得。永动机的话，下面维基百科连结有相关资料，然后这本书里面也有，去 Google 学术搜寻永动机或者是它的英文，也有不少验证。基本上目前认为永动机违反了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，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做出来。还有哦，然后刚刚那座塔，皇家港守卫塔，这塔楼的名字是为了提醒查尔斯要在最初是为了保护皇家港的存在。1692年皇家港毁于地震，而金士顿因此成立。后面还有一个碎片，然后还有一个手稿。Stop there! Arm your scout, interloper! Raise the alarm!啊！居然有这么多卫兵！这样好像跑到城的外面来了，回不去了。那里爬不上去，只好沿着外面跑吧。城门好少哦。这里应该可以进得去。我还没有把警钟破坏完，所以我还要再进来。这里吧，这里还有个警钟。你在对谁挥手啊？就说我其实没有很明显感觉到这个隐匿套装的效果。你觉得会被发现还是会被发现？
有昨天的愤怒加持，有一种变弱的感觉。好啦，警钟也破坏完了，剩下这个手稿这个区域大概就全部都剪完了。Clear shot on it.这一把剑呢，这一对剑真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刚刚那个是，刚刚是哪一个？我忘了。好吧，算了，他一定是彼得·贝克福特的收藏。原来这里可以看我现在过到哪里，还有完成的趴数，我已经快完成所有游戏的一半了。然后根据以往的话，我玩完整个刺客教条大概都是七八十左右的完成度，所以我大概玩了超过一半了吧。好多挑战啊，那奖励不知道问什么啊。都还不能做。还得再收集一些材料才行。嗯，秘密还差一个，应该就在那个区块里面。我顺着陆地跑回去好了，我不想游泳，游泳比较慢。欸，区域未开放。该不会我那时候是靠着边边游过来，所以未开放的是那个里面，而不是这一边，所以这一边原本就是可以来的，有可能是这样，因为我原本是靠着最右边的那个海边游的，那可能是那边不行。那我们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先到这里，还是没有成功完成金士顿。明天见，拜拜。